稳派了半年杀青了，大伙儿还在纳闷怎么平时魔功出名的渠道这次动作这么快。没想到这一次拍这么快啊。是啊，还在怀疑真的杀青了。原班人马，第二集加了许多新成员，他们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，相处愉快。而饰演剧中灵魂人物湘琴的林依晨，则是因为人在大陆，不能参加杀青宴。远在横店的依晨啊，依晨，我们想你，依晨，我想你，我想你，好想你。他看到这个画面，就高兴不会。闪亮三姐妹的小珍还跟大家分享她这次拍戏的收获。直树啊，快点！从来一开始我都会说是直树啊，来这边。后来现在我已经会说是直树广司了。吴玉婷整理报道。为什么叫杀青啊？杀青啊。